开学后，为了提供孩子们最安全舒适的就学环境，县长徐祯蔚利用寒假期间来到花莲市的国丰国中，在教育处人员的陪同下视察了校园的环境，了解学校目前最迫切的环境改善需求，并且提出相关修缮的建议，让每个学子都能够在良好的教学环境中学习和成长。为了提供孩子们开学之后最安全舒适的就学环境，县长徐祯蔚26号利用寒假期间前往花莲市国丰国中，前往视察学校。县长徐祯蔚重视硬体建设部分，以营造友善的校园空间，确保孩子们活动安全为首要。针对校园地坪改善，包括老旧厕所地板渗水、篮球场以及排球场龟裂地坪改善等等，提供诸多的建议，期盼能够给学生一个无风险的学习场域，在校园安心的游玩以及成长。对国丰国中班级数多，户外校园课程场地受限，县长徐祯蔚了解状况之后，也委请教育处协助校方提出相关计划，申请中央编预算建置风雨教室以及球场，让学生们免于担心风雨的来袭，享有室外课程学习的权利。县长徐祯蔚表示，校园环境改善应该考量学童学习以及生活适应，并且让硬体融入人性，同时也考量学校以及社区之间的共同需求，进而提出改善，包括游泳池周边老旧围篱整建、体育馆整体修缮、闲置空间的重建整理利用、校园草木美观协调性移植等等建议。县长徐祯蔚立即责成教育处提供校方协助以及指导，尽速完成发包修缮，提供学生们乐于学习的友善校园环境，让孩子们在无风险的场域快乐学习，并且安心成长茁壮。记者庄彦华报道。